烤全羊味道独特，广受群众喜爱，但制作过程却极为辛苦。发明人怎样一步一步让烤羊变得省时省力？敬请收看《崴发明妙烤全羊》。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张文增老师，欢迎张老师参与这期节目的讨论哈。主持人您好。张老师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南方人，那吃过北方的羊肉吗？嗯，那肯定吃过。北方的羊肉很好吃哈，没有膻味儿。对，像涮羊肉、烤羊肉、葱爆羊肉，在北京应该吃了不少。吃了不少。嗯，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别看天气热哈，很多北方的朋友呢都喜欢吃一种美食，就是烤全羊。但是这个烤全羊的过程，我不知道张老师了不了解。吃过一次，吃过几次，是在内蒙出差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把整只羊架在一个架子上，然后呢。转着圈的烤，就跟过去的那种游牧民族在野地里面篝火晚会的时候烤羊肉一样。对，一般气氛是很欢快的。但是你知道，要是大家都要吃烤全羊，要批量生产的话，一只烤全羊一般要两个人烤2到3个小时，非常的复杂。那么今天这个发明呢，就是帮助我们来烤全羊的，去了解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明。中华美食博大精深，中国人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可见吃在中国人的心中重要的地位。而我国地大物博，可用食材丰富，作为众多食材中的一种，羊肉在我国人民心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其中烤全羊作为羊肉的一道经典菜，一直深受我国人民，尤其是北方人民的喜爱。爱吃羊肉吗？爱吃。爱吃羊肉啊？都是怎么做的呢？喝羊肉汤，那个就是用大葱爆炒羊肉。大葱炒羊肉啊？你爱吃烤羊肉吗？挺好吃的。挺爱吃烤羊肉的。一般吃羊肉都怎么吃呢？第一步愿意喝汤，羊肉汤。哎，对。吃过烤全羊吗？烤全羊也吃过。吃过，感觉味道怎么样？味道不错。不错啊。烤全羊好吃，但是制作起来可是相当费事的。传统的烤全羊在制作过程中有哪些讲究？整个的烤全羊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到一个餐馆的后厨，来实际观察一下烤全羊的整个制作流程。刘师傅目前是一家农家乐的烤全羊师傅，有将近10年的烤全羊经验。刘师傅的烤全羊早已成为这里的特色菜。今天有客人点餐，晚上8点要吃烤全羊，刘师傅从下午4点就开始忙碌起来。做什么准备工作呀？刚才客人订烤全羊的。你这是在洗这个架子是吗？是。对于食物来说，卫生上的保障是最为必要的，无论是食材本身还是制作工具的清洗，都是绝不能马虎的。每次烧烤前，刘师傅都会对食材跟工具进行仔细的清洗。清洗完成后的羊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先要去除掉不易食用的位置，之后还要进行开枪等工序，以便于羊能够顺利地绑在烤羊架上。咱们现在是处理好了吗，刘师傅？处理好了，准备这次开走。经过刘师傅跟小徒弟的一番忙碌，最终烤全羊的第一个步骤，羊肉的前期处理工作算是完成了。在羊处理完成之后，刘师傅来到了烤羊架旁，开始了烤全羊的第二个步骤，生火。
由于烤全羊是把整只的羊暴露在炭火堆上烧烤，所以炭火在烤全羊的工序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包括炭火的摆放位置，甚至是使用什么样的炭，炭的大小都会影响到羊肉最后烤出来的品质。刘师傅，你在干嘛呢？我在生火呀、啊。生火呢？对，你怎么还亲自来生火呀、啊？哎呀，生火很重要，直接关系到那个烤羊的质量。跟烤羊的质量有关系？有直接关系啊。我看着咱们这儿用的是这什么炭呀、啊？这是果木炭。果木炭。对。这用它有什么好啊？哎，首先呢，火的强度比较大。哦。另外呢，烤出羊的呀，原汁原味。它有果香的味道，有果香，对，有果香的味道，用这个果炭效果最好。点火、生火，刘师傅都十分认真的操作。由于炭火对于烤全羊最后的品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每一次刘师傅都要亲自生火。没一会儿的功夫，炭火就升起来了。哎，刘师傅，咱们这已经生好了炭了是吗？还没有。哎，这不已经生好了吗？我看。那不对，你看看这火不均匀。那我们要现在就上羊烤，会有什么效果呀、啊？它就是那个整个烤的羊啊，它是不均匀。它有的是火候大，有的火小，掌握不好。那您待会儿还得调一调。现在第一，先把火呀、再过一下。现在既然是把火调开了，为的是。烤这个前腿跟后腿，它的火炭的大小还不一样。中间呢要适量的放一些。这基本上这都是，可以。现在羊搬好了，一会儿等一会儿都要上架。那行，那咱去厨房把羊拿过来上架。好，先咱们走。刘师傅跟小徒弟一起把之前已经处理好的羊放上烤羊架，开始了烤全羊最核心的部分——烤羊。传统烤羊架也是很有讲究的，必须要两个人同时操作，一个负责转烤羊架，另一个负责把握火候。只有这样，通过两个人的配合，才能保证烤出来的羊肉肉质味道最佳。吴师傅，咱这就已经开始烤了是吗？是，我看您这一直在转呢。是，烤这一只羊得好几个小时，太辛苦了。得转好几个小时是不是？哎，对。停一下不行吗？不行，停一下都要烤焦了。就烤焦了。哎、有这么厉害吗？这个？这因为炭火呢比较硬。嗯。人工操作。就得要仔细一点。嗯。就得不停地转动。我们看到，自从羊一上架，刘师傅就一刻不停地转动着烤羊架。据刘师傅说，客流量大的时候，一天要烤五六只烤全羊，刘师傅就要这样一直不停地旋转整整一天。一天下来，胳膊、腰、腿的辛苦可想而知。看上去很简单的转烤羊架的工作，真的有刘师傅说的那么辛苦吗？记者也想要来尝试一下。刘师傅，我来试一下行不行啊？好，您试一下。来，我来试一下。行吗？哎，这很简单呀，你这很简单啊，你看。是的。我这不转的挺好的吗？真不是的，真不是的。你看，你看我师傅刚才转的时候，快快，这快反过去，反过去。怎么了？它是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啊，两边都很匀的烤。哦。这个很匀的速度。啊，你这个速度就不匀。那这也很简单，我正转几圈，反转几圈，这也很简单。那也不是那样的，就是说在熟和熟之前，嗯，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个速度是不一样的。啊。你看你转这么一会儿，明显的感觉这个颜色就不太对了。那你这说的。那我就转了这么一会儿就不对劲了，还真就这么一会儿就出问题了，啊、真的，这东西是关键，那么一两秒钟就要出问题，啊、快不让我师傅来，快来师傅，快把它换下来吧，换下来。那这我怎么这么就下来了就？我们看到记者铁门一会儿就被一旁的小徒弟给拿下来。据小徒弟说，由于烤全羊都是使用炭火源，同一点的热量极高，这就很容易造成羊肉烧焦的情况出现，所以。烤羊架的转速，包括正反旋转的次数，对于最后烤出来的效果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些都要靠老师傅自己的经验来把握。
随着烧烤时间慢慢变长，在炭火堆旁边站立这么长时间，刘师傅开始有些累了。而且由于长时间在温度极高的炭火堆旁工作，烟尘热气不断地袭扰着刘师傅。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是在烤全羊需求最旺的夏天，刘师傅站在这样的炭火堆旁烧烤一天后会是怎样的情景。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烧烤，烤全羊正式完成了。这时候刘师傅让小徒弟帮忙操作烤羊架，刘师傅开始做最后的验收工作。刘师傅，我看您拿刀这儿干嘛呀？拿刀子，我是验收一下的羊肉的生熟。啊，就这么扎一下就行？对，扎下的平手的感觉。啊，刘师傅用刀子检查了羊的每一个部位，确保都已经熟透了。再涂上自己秘制的酱料，撒上一些调料，美味的烤全羊正式出炉了。记者跟随刘师傅一起把刚刚烤好的烤全羊端到顾客面前，我们来听一听顾客对于这个烤全羊会有怎样的评价。大家好，这个是咱们刘师傅烤了一下午的烤全羊。嗯，味道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请大伙儿来品尝一下，看看这个各个部位啊，包括羊腿啊羊排啊，那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顾客们都很积极地品尝刘师傅烤出来的烤全羊，有吃羊腿的，有吃羊排的。那么大家对于刘师傅的这只烤全羊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我自己感觉就是羊排是酥脆，然后那个皮呢也是特别的脆，入口即化。然后羊腿那个肉啊就是特别鲜，而且呢就是真是没有那种就是塞牙呀或者那个就是不好嚼的那个感觉。嫩，色香味儿都不错，起码哎不柴，不柴，哎对对，不塞牙，对吧？一般吃的都塞牙的啊，一点牙不塞的。啊，不柴不塞牙。对。然后色香味各方面看着特别好。对对对对。那看起来大伙儿对我们刘师傅这个手艺都挺认可。认可，看。特别好，100分。100分。顾客们纷纷表达了对于刘师傅烤出来的烤全羊的赞美。都给予了烤全羊极高的评价，但是在顾客们吃着鲜美的烤全羊的时候，又有谁了解刘师傅这三个小时来的辛苦呢？难道就没有一个机器能把像刘师傅这样的烤全羊师傅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吗？发明人刘文山，发明项目多功能炭火烤羊机。刘文山，一个地道的天津人，平时就喜欢发明的他，在一次旅游时的偶遇，让他有了想要发明烤羊机的冲动。我有一次出去旅游哈，来到一个山庄，我们要了这个一只烤羊，那么发现这个烤羊的师傅哈很辛苦，然后这种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烟熏火燎，人呢要不停地转。我当时呢，我就想，这个能不能发明一个烤羊机？刘文山在年轻时期做过很长时间的家电维修的工作，并且他自己对于发明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前些年还曾经给天津的某大型酒店研发过一些空调装置。为了研发烤羊机，刘文山自己画图纸，不断地跟加工工厂的师傅交流。甚至自己亲自进行零部件的制作，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烤全羊机终于研发出来了。这就我发明的这个自动烤羊机，你看这是多功能烤羊架啊，它能大小羊都能绑啊，很便利。然后这是驱动，
这是固定轴，然后呢这个是操作台，就是客人在用餐的时候可以在这上，然后呢这是一个控制箱，这个管电路的，哎，对，还有别的吗？哎，这边呢有一个电机箱，在这儿，在这边有个电机箱，这个就整个是机器的大致结构了。哎，对。全自动烤羊机通过电机驱动，带动上面烤羊架转动，这样把人力改为电力，大大减轻烤羊师傅繁重的工作。不仅如此，通过调节正反转的次数以及调节转速来保证烧烤效果更加完美。一说到自己研发的烤羊机，刘文山就兴奋地说个不停，但是光他说是没有用的，到底这台机器的效果好不好，我们还是要放上羊实际的烤一回，测试一下。走，咱去绑一只羊。这次我们还是请来了刘师傅跟他的徒弟，让这些烤全羊的老师傅们来实际体验一下这台烤羊机，不知道刘文山发明的这台烤羊机能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呢？我们看到这个跟传统的那个烤羊架还不一样。对，这个有点区别。这个比之前的那个好绑吗？感觉上是好了一点。它这个侧面上加了几个铁环嘛，以前那个是那种是没有的。他弄了这么几个小的改变，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了，是不是？对。烤羊机的烤羊架要比传统烤羊架更密，这样就使得能够捆绑的位置更多，捆绑的效果也就更扎实。而且新型烤羊架在传统烤羊架的基础上，在两侧的位置增加了一些圆环，这样更容易绑扎。烤羊师傅也提到，相比于传统烤羊架，刘文山的这个新型烤羊架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就说从这点小小的改来说，感觉上还算是行吧。这说明他这个创新还是可以。就是有一点点进步。有点进步啊。对。经过两位烤羊师傅的一番忙碌，羊顺利的绑到了烤羊架上。老刘啊，现在这个羊已经放上这个烤羊架上面了，对，马上要出去跑了，对，心里挺紧张的吧？不会，不紧张。万一机子烤砸了怎么办呢？怎么可能呢？我研制的机器肯定没问题，肯定他有信心，对这个机子很有信心。对。那我们来采访一下老师傅，师傅，你以前见过这样的烤全羊机吗？没见过。您觉得老刘做这个烤全羊机这事儿，他能成吗？不好说，为什么呀？哎呀，凭我多年的经验，成功率不高。不高是不是？是。那您对他这个机子有兴趣吗？有兴趣。挺有兴趣的。有兴趣。那行，要不然咱们一块儿出去，看看他这个机子到底能不能成。好。能不能把这个羊烤好啊？好。好，那行，那咱走吧。走，好。抬住点，就在刘师傅他们在后厨忙着绑羊的时候，外面的烤羊机已经开始生火了。原来刘文山研发的烤羊机尽管使用的是电力驱动，但是为了保证烧烤出来的效果原汁原味，他并没有选择使用红外线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加热，仍旧是保持了炭火烧烤。老刘啊，现在这个肉已经拿过来了，马上要上去烤了。这上去了就不能拿不下来了，就不能后悔了。没问题是吧？没问题。那咱上去。上。那你来操作一下吧。好，我来操作一下。开关。这里开烤了。对，开烤了。这个速度呢，前期可以慢一点儿，然后以后呢可以快一点儿，这无极变速啊，它这个快了，自动旋转啊，你现在就不用管它了，就可以去忙别的了啊。那咱先让它烤着，看看到最后能不能烤成咱们那个想要的效果吧。没问题。烤羊机开始工作。刘文山研发的这台烤羊机到底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拭目以待。羊肉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变黄，看起来
机器运行的还算顺利。看到自己的机器运行还不错，刘文山也是喜上眉梢，开始不断地跟记者说着他研发的这台机器的优点。刘文山研发的这台烤羊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省人工的，只需要烤羊师傅把羊放到烤羊机上面，之后烤羊师傅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师傅偶尔来上上佐料，调整调整炭火就可以，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全程盯在那里。看上去刘文山研发的机器工作还不错，但是在一旁观察很久的小师傅提出了他的观点。我感觉真的，我看我在这两个多小时来看这个烤，它的时间上跟我原来用那老式的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啊。现在两个多小时，将近三小时时间了吧？啊，这个羊基本上已经快好了，但是也就是说它时间上嗯没有就是很多的改进。啊，您觉得就是它跟我们传统烤的时间上还是一样的？刘文山发明的这个烤羊机，尽管解决了人力的问题，但是烤羊时间长的问题依然存在。刘师傅说，烤全羊时间长这事儿一直困扰着烤羊师傅们。辛苦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长时间的等待会让顾客失去耐心。经常会发生烤羊师傅这边羊已经烤了一半了，顾客那边等不及要退掉的情况，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主要的都是这个时间没保障，这是最关键的一条。他如果能把这个时间问题再给解决就更好。对，他的主要把时间上他解决了，这就是对我们这个烤羊的师傅们那是一大快事。好嘞，好嘞。其实刚才我们看到哈，这位发明人的改进呢也并不复杂，在这里我们请张老师结合一下道具演示一下他的工作原理好不好？好的，嗯，这个烤全羊机啊，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电力来代替了人工。那么这边呢，我做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小道具，我们来看一下啊，可以通过呢这个程序来控制这个烤全羊的这个就是架子，它正转一定的次数，反转一定的次数，并且呢在暂停，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以实现一个正反转，再一个呢，它可以实现速度的调节。尤其是它能够在烤这个新羊的时候，因为羊肉刚开始烤的时候，希望能够烤制的时间长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呢速度稍微慢一些，然后呢之后呢如果烤熟了，这时候就为了防止它烤糊，所以呢稍微快一些，所以这样呢通过电力的方式要比人工，一个是省了人力，再一个呢它能够烤的这个味道更加鲜美。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要问了，烤全羊一等就得等上两三个小时，是能不能时间再短一点那就更好了，是不是？是。那这样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节省时间的问题上，我们的发明人还有没有改进的办法呢？接着去了解。烤羊师傅的建议同样说到了刘文山的心里，研发出一台省时省力的烤羊机，以此来减轻烤羊师傅繁重的劳动，一直是他的心愿。怎样解决烤全羊烧烤时间的问题，刘文山又开始了不断的思考。这一次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一代烤羊机的研发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第二代全自动烤羊机出现了。刘总，哎，新研发的这个第二代烤羊机是吗？对对对对对，我看这外观变化挺大的啊。它对对对，这怎么还有个盖呢？这干嘛呢？哎，这是我的巧妙的地方。啊，哎，我给你掀开看看啊。哎，看看，这个现在这个加盖的这个烤羊机呢，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啊，就是解决了我们师傅原先说的那个烤羊时间长的问题。啊，他我是受到焖烤鸭技术的启发，然后现在呢是连焖带烤。嗯，连焖带烤呢，它现在就是能缩短到40分钟左右就烤熟一只羊。从原来的3个小时，哎，能缩短到现在的40分钟。对对对对对对，就光靠这个盖子就行。对了。以往传统的烤羊装置，包括第一代烤全羊机在内，都是敞开式的，这样使得很多的热量都散发到空中，而一旦加上盖子之后，热量得到了充分利用，使得烤羊的时间也能够大大缩短。这个改进过后的新的烤羊机最后的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请来了之前给第一代机器提出意见的刘师傅，让他来给评判一下。老刘啊，哎，你看你这个二代机是研发出来了是吧？啊，对对对对，你看我们又找来给你一代机提意见的刘师傅，啊啊，让他来看看你这个二代机到底能不能成。没问题，没问题。刘师傅，您觉得他40分钟烤熟一只羊能熟吗？我挺怀疑的。你挺怀疑的？我没见过40分钟能烤成一只羊的。啊，您还没见过40分钟？没见过。啊，到底行不行？体验你看40分钟肯定烤熟一只羊。肯定行是吧？哎，肯定没问题。那行，那咱拿羊上来烤。为了验证第二代烤羊机的烤羊时间是不是真的有刘文山说的那么快，我们准备进行一个测试，给刘文山的第二代烤羊机进行计时。不管结果如何，40分钟准时打开盖子，看看最后烤羊机的烧烤出来的效果到底如何。老刘啊，你看我今天不光是为了验证你这个，我们还专门弄了一个这个来测试，看看到底是多长时间。啊，没问题没问题。那行，那咱把这个装上，咱就开始吧。好好好好好 ，OK， 现在已经装好了。啊啊，那咱就计时开始啊。行，好。哎，好，那我就启动了啊。好嘞，哎。计时开始，刘文山可是夸下海口，要40分钟烤熟一只烤全羊，到底他能不能成功呢？我们拭目以待。随着时间慢慢流逝，通过观察孔，我们看到羊肉还很新鲜，没有明显变化的迹象。这可已经都过去了10几分钟了。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次稍微好了一点，有一些部位已经开始泛黄了。而此时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可是羊肉烧烤出来的样子却不像是已经熟了一半的样子。尽管大家对40分钟能烤熟一只烤全羊都很是怀疑，但是刘文山似乎对自己的机器很有信心。他到底能不能成功呢？现在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之前约定好了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刘啊，哎，马上到40分钟了啊。您不是说40分钟肯定能熟吗？肯定能熟。那我这可卸盖了啊。可以把盖掀开之后，羊熟不了怎么办？啊，没问题，肯定熟。那面子可就大了。啊，不会的不会的。那咱先看，好好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啊。嘿啊，太棒了，哎呀，太好了。40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外表上看起来还算不错，外皮焦黄，但是到底熟没熟，用这种加了盖子的烤羊机烤出来的羊肉的品质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让顾客们尝一下。哎，来尝尝啊。老刘，这就是您自己烤的这个羊肉。那个我们先请刘师傅来，您先尝一下。尝尝好不好？找到好点的地儿。机器烤出来的羊肉味道如何呢？我们先让刘师傅来品评一下。刘师傅在品尝过程中频频摇头，这是为什么呢？刘师傅，您感觉口感怎么样？就是烟尘味有点大。烟尘味有点大。嗯，您这个常年老师傅口感肯定焦啊。我们请大伙来尝一尝。来，好好好，让大伙品尝一下。大伙吃一吃。顾客们在品尝时也都一脸严肃，并没有吃到美味佳肴的那种喜悦感，这是怎么回事呢？看到这种情形，刘文山心里也有些着急了。哎，您刚才吃了这个烤全羊是吗？对对对。我看您面目比较凝重。是个怎么说呢，口感还可以，但是感觉是有一点烟熏味儿。哦，您跟那个刘师傅的意见也一样。对啊，其他的没什么。我们再听听其他人有什么意见。您觉得呢？我跟他们意见差不多，唯独的感觉他就这种，他这种烤出来的东西可能要比这个咱们以前那种就是刘师傅那种传统的要嫩一些肉质。哦，但是缺点就是有点烟熏味儿。哦，经过顾客们的尝试，第二代的烤全羊机烧烤出来的羊肉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一致认为，
用机器烤出来的羊肉烟尘味有些过重。原来因为第二代烤羊机不再是敞开式的，这就使很多炭火的味道还有烧烤出的羊肉的一些杂味没有办法挥发出去，再次进入羊肉的内部，这些味道把羊肉本身的鲜味抵消了一部分，就使得最后烤出来的羊肉的品质出现了缺陷。好，我们看到以前需要等待2到3个小时才能吃到的烤全羊，现在我们只用等待40分钟就可以了。而改进的这个办法也很简单，发明人只是在上面加了一个盖子给它盖住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原理呢，要请张老师解释一下。其实这个第二代比第一代先进之处啊，还真就是这个盖子。不过这个盖子的这个原理大家应该还比较清楚，就是因为它把热量保持住了，所以我们以前的这种烤法呢，它是一种散开的，就是说热量呢都大量的流失了，而现在加了一个盖子把它密封起来，或者不叫密封就封装起来，那么它的热量呢可以在里面持久的保持住，这样烤制时间就大大的合理。机器尽管能够减轻人力节省时间，但是最后烧烤出来的效果却并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可，这可愁坏了刘文山。对于食物来说，品质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让他挠破头皮。就在这时，他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阻力。这个年龄段了，身体又不好，我就希望他你就够吃够喝，就嘛也别干了，就 OK 了啊。但我看他好像没有放弃的意思，他不听，他就是兴趣爱好。那么呢，从我们朋友这个角度上也感觉着，他这种做法呢，恐怕也不太切合实际，就有点不务正业，是吧？尽管家人跟朋友都不支持、不理解，但是刘文山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第三代烤羊机的研发当中。他认为，做就要把事情做好，不能半途而废。如何解决烤羊机箱体内的烟尘影响肉质的问题？这可着实困扰了刘文山很长时间。最后他想到，能不能增加一个空气净化装置，在解决了烟尘影响肉质的问题的同时，还做到了无烟环保，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有了这个想法，刘文山不断地跟加工车间的师傅们讨论，同时自己也不断地看书了解相关知识。不仅在保证羊肉的品质上，刘文山下了心思，在提高机械效率方面，刘文山也没有放弃改进。他选择在第二代烤羊机的基础上，把整个烤羊机框架加大，把一台机器烤一只羊改成一台机器同时烤两只羊。经过刘文山长达半年的思考研发，具有无烟环保高效的新一代的烤羊机终于被他研发了出来。老刘啊，哎，就你新研发的这个第三代烤全羊机啊，对对对对对对，我看这外观是变化挺大的，个变大了，对对对对对，有什么改进啊？你跟我们说一下。哎，有改进。嗯，他那屁的，我给你打开来看看啊。看了吗？这个一只变两只了。嗯，这就是在二代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倍呗，其实。哎，这不是那么简单。嗯。因为什么呢？一只的哈。嗯，它受热的问题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要变成两只之后，它每只羊的受热啊，它就不一样了，它就不均了。哎，我就加了一个隔热板。哎，这个隔热板啊，这个有了这隔热板呢，它每只羊就受热很均匀。隔热板的出现让同时烤两只羊甚至更多的羊成为可能，大大提高了烤羊机的工作效率。但是刘文山一直琢磨着的那个空气净化装置呢？在跟刘文山交谈时，记者发现相比于第二代烤羊机，第三代烤羊机的边缘位置多了很多小孔，这些小孔又是做什么用的呢？你看看我这小孔是干什么的吗？对啊，我也发现了，这二代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啊。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就多了一些这个小孔啊。哎，我给你讲一下啊，刚才那小孔跟这小管还有这个一些，它属于一套系统。嗯，我
它是一套无烟环保净化系统。哦，刚才那小孔呢，是把箱体里面的烟尘吸收，通过这管吸收过来，跑到上盖里面的烟尘通过这小管吸收进来，然后汇总到我们这个箱子里，经过特殊的一些处理方法净化出来。这一点是我这个第三代烤羊机的一个亮点。新一代烤全羊机在第二代的基础上增加了隔热板，这样就使得一台机器烤两只羊甚至更多的羊变得可能。同时，新一代烤羊机还加装了空气净化装置，把箱体里的烧烤出来异味以及对于环境有害的气体抽出来，再经过净化装置的净化，最后排到大气中，既做到了无烟环保，还解决了羊肉品质的问题。就在记者跟刘文山了解第三代烤羊机性能的时候，在周围餐厅等待吃饭的顾客看到这么一个怪家伙，都纷纷围了上来。听说他还能烤羊，大伙儿都还挺感兴趣的。看到大家对于自己研发的烤羊机很有兴趣，刘文山自己也很兴奋。他提出要跟传统人工来一次现场大比拼，在大家面前做一个展示，看看在时间上，尤其是在最后烧烤出来的品质上，新改进的烤羊机能不能够赢过传统人工的烤全羊。人工队这边是由刘师傅来操作烤羊架，机器队这边则是由刘文山来操作自己的烤羊机，到底哪一方能够获得顾客的认可呢？老刘啊，你看我们今天给你弄了一个这个机器跟人工的这个大比拼，你看啊，哎，对对对对对，你看我们让刘师傅在这儿弄他的那个传统的那个烤羊架，让你用你这个三代机的这个烤羊架，我们来个比拼，看看哪个效率高，不仅效率高啊，最后呢味道还要受到顾客的欢迎喜欢。对，没问题。刘师傅，我看您、您今天这是要跟那个老刘他这个机器要做一个这个大比拼啊。哎，有信心吗你？有信心，试一试吧。那行，那咱们开始吧。开始放羊吧。来，走，咱们弄羊去。随着记者一声开始，刘文山跟刘师傅都开始各自忙碌起来。刘师傅这边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优势，率先开始了烧烤。刘师傅，我看您这已经开始了是吗？是，现在开始了。你看那个老刘这个他还没弄好呢，你看羊都还没上来呢，您这都开始转，也算是领先他一点了哈。哎呀，有信心可以烤好了，可以烤好是吧？可以烤好。而烤羊机这边经过一番的忙碌，羊肉总算也放到了烤羊机上，烤羊机开始工作。但是这时，烤羊机可已经落后人工队那边好长时间了。哎，老刘，我看你这个也开始了是吗？啊，开始了。我看我们刘师傅那个可比你这个提前好长时间。对。你看，那你这个比刘师傅那晚那么长时间，没准人家能赶上你呢。哎，不可能。你一会儿试试看，一会儿试试看，看效果。对，看效果。看效果。看到烤羊机要跟人工队来一次大比拼，在一旁的围观群众都来了兴趣，交头接耳的议论着。我看您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我们就是来玩的。啊，您以前烤过烤全羊吗？没有。没烤过。没有。您知道这个怎么弄吗？我不知道。我看您刚才转的还挺熟练的。我刚才看那师傅转半天了。是吧？啊，就匀速呗，对吧？你不能一裤子一裤子的。您看他这个传统的跟机器的比，您觉得哪个好一点？那肯定是快。这个快，但是他这个肉是肯定好。哎，他就说，就是他这时间长，就是味儿好一点。您这样觉得？我是这么觉得。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挺好。啊，您对他们这个机器烤羊，您感觉有信心吗？当然有信心。但是没准这个口感可能跟传统烤的还不一样呢。我是有点怀疑，有点怀疑。对。看来大家对于烤羊机烧烤出来的羊肉的品质还是有很大的担心，这一点也正是刘文山最在乎的。
上一代烤羊机烤出来的羊肉在味道上没有得到顾客的认可，这一直是刘文山心里的一块心病。这次辛苦研发出来的烤羊机能否一雪前耻呢？就在记者采访围观的群众的时候，烤羊机上的羊肉已经开始变得焦黄，而人工队这边外表看起来还很白，没有变化的迹象。给大家展示了一会儿后，刘文山还是不敢一直让羊肉暴露在露天烧烤，这样机器的功效就无法发挥出来了。他赶紧把上盖盖好，让烤羊机进入正常的工作模式，开始烧烤。就在这时，刘文山的烤羊机周围突然烟雾弥漫，比第二代烤羊机运行时情况还糟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老刘，我看你干嘛呢？怎么回事啊？哎，这个，有点小毛病啊。怎么回事啊？我看一下。这个，风机的事儿。啊，这个净化装置出了点小毛病是吧？对，不转了是吧？我看到现在这个烟好大呢。我说怎么？对。现在正在修理它是吗？啊，对。有办法了吗？现在？有办法。啊。而这时候，看到机器那边出现了机械故障，刘师傅觉得自己赶超烤羊机的时机到来了。他开始把炭火的温度尽可能的调大一些，希望借机器出故障的这段时间一举超过烤羊机。果然，我们看到刘师傅的烤全羊也开始变得焦黄，看来这次没准还真能比过烤羊机呢。刘师傅，您可要加把劲儿啊！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修理，刘文山的烤羊机修好了，空气净化装置开始发挥功效。确实，第三代烤羊机在烧烤过程当中的烟少了很多，而且通过观察孔，我们看到烤羊机里面的烤羊似乎已经熟了。老刘，哎，看你这个是修好了是吗？哎，修好了，你看没有烟了啊，都从这儿排出来了。哦，这个通风装置刚才对，刚才出了点小毛病。嗯，我看现在这个烟确实比刚才少了。没有烟了，都从那边排出来了。嗯，但是我看你停了这么一会儿，连刘师傅那个都烤焦黄了，你看。哎，谈着还得早着呢。没有啊，你看这外表。你别光看外表，它里头肉不熟。啊。你这个呢？我这个早都熟了。你看看，这掀开看看。哎。看看多棒啊。哦。看看。啊。是吧？哦，你看着你这个。这不一样嘛，对不对？啊，比它那个颜色是深一点啊。哎，不是，肉已经熟了。肉已经熟了。啊。那我们拿筷子，哎，抓一抓，看看。哎，拿一。哎，你看，你看都很烂了，你看看，很烂了。啊。看看。哦，都已经熟透了。哦，刚才那个故障没怎么影响。没影响，那小毛病。啊，小毛病，修好了就没事了。好了，嗯，我们看一下那个刘师傅他。刘师傅那还得好长时间。还得好长时间。对。刘师傅，您看他这个可熟了，我们刚才拿筷子测了测，人家都熟透了。哎呀，真是快呀！您这太快呀，这还连也都是连一半还不到呢。但是我看您这个外皮什么，这不也都焦黄了吗？那不行，这个肉本身肉里边没熟。嗯，咱们测一下您这个，看现在怎么样了。你看这个炸不动啊，你看这个里边主要是检查的时候是检查这地方啊，裹不到的地方，你看它不透。啊，它不是，你看一下，你试试，这还有水呢，再使劲，你看这啊，一定是这个时候没熟。通过测试，我们看到，尽管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修理机器，但是烤羊机最后结果还是要比刘师傅的人工烧烤快了一些。尽管这样，但是在烧烤出来的质量上，刘师傅还是很有信心的。一提到要对比羊肉的品质，刘文山有些心里没底。第二代烤羊机烤出来的羊肉可是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一次烤羊机烤出来的羊肉能否打动顾客呢？老刘啊，哎，这就是你烤的这个羊。哎，对，那个是我们刘师傅烤的。哎，对。你看啊，今天为了对比你们这两个肉的这个品类啊，
我们有一个小测验。嗯嗯。你看我找了两个这样的。啊。盘子过来。啊。这个是红色的。嗯。这个是闪花的。嗯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用您的放到这个红色的里边，就是机器烤的，我们放到这个红色的盘子里边。然后人工刘师傅烤的呢，我们放到这个小花边里边。我们不跟食客说，让他们尝，看看就是到底效果味道能不能达到顾客的满意呢？可以可以。您觉得您这个受顾客的满意程度要比他那个机械的肯定强很多吧？味道上现在让顾客来评判吧。行，那咱们分别找这个小师傅帮咱们分别骗一点，各个部位都骗一点，放到这两个盘里边。好，然后让咱们端出去，让顾客来评判一下。好好好，行吧。啊，没问题没问题。那行，那咱开始吧。哎，你开始。我们把机器烤的羊肉放到红边的盘子里面。这个机器的弄完了，把人工队的这个我们也骗点放到这个盘里边来。把刘师傅人工烤的羊肉放到了花边的盘子里，在不告诉顾客的前提下，让顾客们来选择一下，看看到底哪一盘能够得到顾客的认可呢？咱们现在已经分好了，那我们拿出去让大伙品尝一下。好好好好好，哎，好好嘞。记者与刘文山、刘师傅一起把刚才处理好的两盘烤全羊端到了餐厅的大堂，让正在那里就餐的顾客们品尝一下，看看顾客们更喜欢哪一种方式烤出来的烤全羊。现在是这有两盘烤全羊，但是哪盘肉人的烤的呢？我不能跟您说呢，还大伙儿先尝一尝，看看味道啊，各方面，大家来猜一猜，来看看哪个好吃。一听到要品尝烤全羊，顾客们都来了精神，你一口我一口的吃了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品尝，想必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判断。哎，我刚才看您吃的挺香啊，您两盘都吃了吗？多口多尝。都吃了。啊，这两个您觉得哪个好吃一点呢？我觉得最好的。您觉得这个红色的这个好吃一点？对对对，最好的。来，您猜，您先说一下哪个好吃吧。这个口味比那个要好一些。红色的这个比那个花的那个好一点。对对对。不然您觉得哪个是机器，哪个是人的呢？机器。应该是这是人的，这是机器的。这个是人的，那个是机器的。这个就是机器。比人工烤了强多。你跟他们的意见不一样，正好相反。这个机器烤了。嗯。外焦里嫩。嗯。行，那我跟大家公布答案，好不好？好好好。好。这个呢是机器烤的。哎呀。这个呢是人烤的。尽管大伙儿意见不一样，但是好吃还是都觉得对。对对对，说明我们机器的比人烤的要好。对，经过了几次革新吧。嗯，哎，对对，古人烤命，对，摇着摇着一累了，一烤怎么都柴了，烤不活了，但这也挺匀的。对，行，来，你看老刘，哎，你这个机器烤的还都得到大伙儿的认可了。哎哎，比较高兴，比较高兴啊。确实不错，哎，谢谢谢谢谢谢。刘师傅，您看，那大伙儿都觉得这个机器烤的比较好吃，怎么回事？这需要更新啊，需要改革，需要进步，需要进步，需要进步。嗯，他这个机器看来还不错，嗯，不错不错，很有发展潜力。啊，这个口味上还得到大伙儿认可。哎，我尊重大伙的意见。最后，通过大家的品尝。尽管在分别哪个是人工烧烤，哪个是机器烧烤的还略有分歧，但是在口味上，烤羊机烤出来的羊肉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刘文山发明的全自动烤羊机通过电力驱动，大大减轻了烤羊师傅的劳动强度，又通过增加上盖、增加空气净化装置等多种方式，达到了既可以大量节省时间，又保证了烧烤出来的肉质鲜美，得到了烤羊师傅以及顾客的一致肯定。
尤文山设计的烤全羊装置确实做到了省时省力，但是还不能做到全自动化，需要人工来辅助。如果加上了热量感应装置，做到全自动化，那就完美了。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还有新浪微博，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和创意。今天也再一次感谢张文增老师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